这个可能是对，因为你目前目测看出来就感觉吃的东西是有可能的，是吧？什么食材啊，什么那些东西的。你们好，打扰了。我想要问一下，这个是什么？大概。抱歉。一斤。抱歉。好的。哦，好的。我卖你的地方吗？没有，欧洲呗。谢谢，打扰。 是吗？对，本家长崎至纯米酒四元美金。好吧。你好，有人吗？你好，哎，谢谢。你好，你好，我们在找这个。有吗？应该是你们家的吧？有。你有带钱吗？钱都没带，怎么办？借我们一斤。 哎，套死了，套死了。就用这个，拿了两口。来，先把杯子给我接。到这家问问吧。 没事，我帮你干净。衣服给你们送来了吗？没来到，都来啊。那我待会儿给你们要去吧。你知道这会儿到哪能买到西红柿吗？你要多少？我要四个。真的？我昨天能帮你买的还有几个。啊，这里正好四个。哦，谢谢。我88的任务。 最古老的地方，古老，最古老的地方。我不想，我真的走不动了。哥哥拉。我跟你讲，我一天汗出的连尿都没尿，都蒸出去了。
就是这口井啊，可是这儿也没有人啊。他们说的没错啊，先有井才会有梯田啊。跟我们去抓鱼吧。老师在那边等我们。在哪？这是祠堂，最古老的地方，最古老的人，行不行啊？老师来了，老师来了。谢谢老师。老师，您刚才这唱的是什么歌？丧送琵琶歌，这是一首丢酒不尽长相思，就是思念远方的男朋友。哦，怪不得有一些幽怨忧愁的一些感觉。老师，你这是什么琴啊？这是丧送琵琶。丧送，我能看看吗？嗯，可以。试一试，试一试吧。谢谢老师。啊，那你们这个他们刚刚学的这个音乐艺术，哪一个人想采用的？这个我们想采用的，我是一二三，举一下手好吗？一、二、三。不是三呀，不是从小会说话的歌。一、二。所以我已经学了，我也选了。老师，请接亲。谢谢。觉得首先旋律特别吸引我，然后还有他拿的琴也是与众不同的。谢谢老师。我们把这两碗你们的劳动得来的酒杯酒。敬给你们，给你们唱一首酒歌。好。丁夸男的，丁夸男的，哦爸妈的，哦是爸妈丁夸男的，有你陪来，嘿塞俩的。嘿。小心翼翼，一点汤，好不好？我们要走了，这两天走了，谢谢你们的招待啊，谢谢。来，小弟弟，爷爷，想喝的都可以来拿。是的。你有汤吗？您还没有吧？来，给您一碗，您给您一碗。啊，就这样。再来啊！我们一定会再来的。哦。
非常短暂，但是做的事情可能是我之前从来都没有做过的。虽然也流了很多汗，包括自己腿上也被很多树枝割到，有点痛，但是现在站在这里，我觉得一切都非常的值得。想喝的都可以来拿，给您给您，给您给您给您。这么这两天，现在也更理解导演组，就是说，为我们安排了非常多的，让我们去体验他们的生活。他们的生活就是音乐。第一场其实很重要，这些民族去学习他们优秀的民间的歌，就会更有力地将自己融合在里面，用 hip hop 的一些词、一些文字，侗族大歌风为特色的一个，一定会碰撞出很好的火花，创作出来一个流行歌。我觉得我已经是最好的了。Fighting！有一大群人说是外来乡，在我面前过去的。哎，这个歌好。敬酒歌在体验完怎么样去制作米酒之后才学的。这个跟没有体验过当地的生活学来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。专辑呢可以乘风破浪。好累哦，对啊，我昨天就睡了两个小时。嗯嘿嘿呀，香甜。有点洗脑了，那个旋律在，所以我就觉得哇，这些音乐真的还是很棒。有在唱，哦咿呀咿呀了，呜，我就可以，哦，对对。其实他们每一个人在他们的音乐风格里面都可以当舞蹈老师，所以看似舞老师，实际上每个人都是舞蹈老师。和我们的音乐，我们互相这样的一个合作，对我们来说还是一个未知和期待吧。啊，比较像电影音乐的感觉，让世界听见，让世界以独特的方式去听见，一定会超级嗨。一起跟大家